台北大的那个鳗鱼锅在哪里？在万华。我们接下来的活动是要做那个石锅火锅的体验哦。那三期庆结束以后。因为有很多亲戚朋友来帮忙，所以要用鱼虾来回馈这些亲朋好友。那鱼虾是阿美族认为的福晋、就是佳肴啦，上等佳肴。所以活动结束一定要请他们吃一餐鱼。好，现在各位正要的嘉宾就是我们的贵宾，还有我们要煮鱼给你们吃啊。那煮的方式非常的特殊。那有兴趣的，麻烦到前面这边来，我跟大家做说明哈。好，我们方子乡哈，有很多阿美族啊，像我们那黄老师是阿美族，除了阿美族，还有光复乡，还有泰鲁格族，泰鲁格族，各位能不能猜一猜我是哪一族？看得出来吗？我不是阿美啊，黄老师是阿美，卢凯，我是这边的原住民。猜不出来，台湾原住民知道吗？太冷了。好，来，哪一组？睡眠不足。答案已经很接近了。打五足。存款不足。存款不足。好，来，回归正传，来，我手上拿这个是槟榔的叶鞘。槟榔叶鞘知道吗？槟榔的叶子是羽状的，绿色的，跟椰子叶很像，因为它们是同科的啊。好，叶子绿色叶子底下那一块宽宽的，包在树干上面的这个叶鞘，老了以后它掉下来，掉下来阿美族就废物利用，把它折成容器的形状。那他们在野外，这个就是他们的锅子。那锅子。你不要说拿这个槟榔叶鞘的锅子拿来，你要点一道热炒的菜哈，你会被 K 了哈，因为这只能煮汤。好，那我们在湿地里面抓了鱼抓了虾，统统把它放在这里哈。阿美族很会吃野菜，所以湿地里面很多野菜，大家也会加在一起。像这个就是很好吃的水生植物，湿地里面可以种植的哦，西洋菜。好，我们统统把它汇集在这里的，然后加了冷水在里面。那这个锅子放到火上面去烧的话，烧起啊，烧起啊，会着火，所以对不能烧这个锅子，我们烧石头。那在马滩这边的阿美族人，他们用的是蛇纹石。你如果对走到海岸山脉那边的阿美族，他们用的就是麦饭石。好，那石头有一个特性，就是要够硬才能用。不够硬，你放到火堆里面加热，高温它会爆掉。所以什么是很硬？看得出来吗？很硬，看得出来吗？因为它很亮，所以它很硬。好，那当它变红的时候就可以用了。我们曾经很无聊的去测过它的温度了啊，红的时候大概达到800度左右。这么高温的石头，我们把它夹起来，这里面有冷水，我们把它丢进去，这个冷水瞬间就沸了，一下就滚了。那煮起来的食物特别好吃，为什么特别好吃？因为食物如果我们用瓦斯慢慢加温的话，它的味道会慢慢散到汤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汤比较好喝。说是鱼啊肉啊就没什么甜味了，对，可是这个煮起来不一样，因为它很快就熟，瞬间就沸腾了，所以熟得快，它还没有流失掉，原味甜味都被锁在食物里面，就已经熟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做这个石头火锅，阿美族称为石头火锅，名副其实的石头火锅，就是把石头丢到锅子里面来煮菜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因为人多，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竹筒。好，我们要请那个我们的大厨 Amy。好嘞，来，鼓励鼓励。
好，那来顺便介绍一个，这个小的是碗，这个是汤匙，这都是用槟榔叶做的啊，还是环保的，它会腐烂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勇士呢，帮我们把那个已经通红的石头把它夹起来，放到这个容器里面。剁一下，因为是锅。生的石头，因为要升温会很慢，它降温也很慢啊，所以它温度可以保持很久。用火烩啊，来洗开了哈、啊。嗯。我是存款不存可以了。哎，姓钟的。王姓钟，我跟你讲，他家的，你那个还有点富，还跑不出来富啊。哎，就是那个汤面了。汤面，汤面啊。那个汤面，汤面。哎呀，这么厉害吗？讲不出来，这不能偷讲话，偷讲偷骂。对呀、啊，以为他听不懂。哎呀，应该是空气。还有水果的。金鱼啊，金鱼下雨。我们可以去鸟馆摸一下。鸟馆。干嘛要去鸟馆摸？对呀。你去鸟馆，你跟鸟好吗？那你重金属的，你应该是那个吧？我快上火了。那汤面有没有原住民啊？来，我们两个是在这里，居民不是原住民。啊，再等一下。你看水已经滚了哈，速度非常的快。刚才有吃到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家没有，没有啊。非常好吃，这个菜你们等一下一定要多吃啊、哦、因为这个是水质指标的水生植物，它对水质要求很高，水一定要干净，要流动，水温要低。那什么样的水符合它呢？只有泉水符合它，所以是在泉水的环境才可以种起来的啊、哦、所以它一定是非常干净的，非常好吃，非常脆啊、哦、很好吃。对，还要再加石头，然后才滚呢哈。现在瓦斯越来越贵哈。放米酒，放米酒，香香，多，那个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下就没有了，没有，那个米下去，一点点米下去吧，你说一点点怎么下去？一点点米下去。可以啊，我没有直播，是直播录音。哎哎，不是直播吧？录音。都放蛤蜊的。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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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要再放石头吗？对，再放一颗在里面保温。好，保温啊、哦。嗯嗯
那等一下吃的时候，里面那颗石头不要吃了哈。吃的石头不要吃了哈。那这个吃完了，我们还有重七饭啊，还有重七饭啊。等一下呢，他会端到有餐具的那个桌子上哈，你们就可以去那边打来喝啊。好，来，来把汤拿上去了啊，小心。好，来。赶快吃，快点！大家自己拿完那个逼车的，来，那个给我一个了，这个前面，这个可以再一个吗？给我一个碗，给我筷子，来，喝一下，快点！说一下喝下去跟吃下去的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香哦，好香！菜，很香，甜甜的，嗯，太有味道了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哎，刚才我喝的汤是一个一小，真的是很对，真的很特别啊，肯定要吃啊，夹不起来，蛮想吃泡的。然后给你等一下，还多加石头，它可以吃，里面石头。好吃，如果有美味餐找我就对。千万不要往他膝盖上打哈，要打这里，知道吗哈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把那个糯米饭倒进来。来，阿福，麻烦。